那个朝鲜，那就朝鲜了哈，那就是朝鲜了，钻桃洞，上面全是桃，看，哟，看那小叉，可以如此近距离的感受国境线。我好像听到对岸这个放音乐。这里是我们丹东的这个太平湾社区，是纯粹的这个边境小镇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看看身后，身后就是异国他乡了，鸭绿江。从这里还能下去，但是下边有围栏拦着的。这边我们这居民还种一些小菜。哎，从这里看对面，这是特别特别的近。对面的一些小烧虾啊，还有山上的一些植物啥的哈，树什么的，看得特别清楚。看我们这头，农户家里飘扬着五星红旗。不过今天来这里呢，不是主要看风景的，我是想带大家认识一个在这个边境小镇种桃子的小伙。他的桃子曾经在我们这个丹东的华美枣市卖的是相当火爆。今天咱们到他家桃园了瞅一瞅。眼望那山就是那什么吗？那个朝鲜，那就是朝鲜了哈。那就是朝鲜，给堆个山歌什么的，听不懂。那其实这离得很近，这就是。对，他们哈，他们劳作方式和就是说。你说干咱们就是七八十年代的，你就搁这就能看到他们干活啊，搁这眼瞅就是那个浅绿色的，就浅绿色的，那就全是地了，那就不是山了，就全是黄米地。你看这样，没喂过粉的地方就能看到，这是黄米，顶上都是一层鸡粪盖的。对，那年年我喂鸡粪，你要喂鸡粪，桃口感好；你要年年喂化肥啊，它慢慢它品质就发生变化了。这个点啊，这叫矾砂，这叫糖砂点，就这样的桃才甜的。你说要市场买桃子，有这种小点的是甜的是吧？这种就是说糖分太充足了，咱老百姓说的叫糖点。就这个桃子，你看现在还有点剩了哈。嗯。就这个桃剩，你别看它是剩桃，你现在吃一口，你看这桃能怎么样口感？这个。啊。现在就是到他们老早就抢着卖的，都没抢了呗，抢了卖价好吗？嗯，挣钱。这要是剩的呢，你再烤两三天，这个桃都老甜了。这每一个桃都开始翻上。你看，就是绿的都开始反了，你看，都开始长点儿了。哦，啊，长这小点儿属于这桃是甜的，这是甜的，又学一招。你看，我看这一个树上结桃不是特别多，是今年的产量就是特别少，产量低。这一会儿没摘过呢，你看这产量对呀、啊，才多少？不知道像腿坚果见的似的。所以说今年哈，咱们像这样说哈，那个价格比往年能高一些。按道理这一个树哈，就从上到下就全是五。就是正常年份呐 啊，正常年份，正常这一个，说像我这个大树吧，啊、至少得200到300个果，啊，差那么些啊？啊，你那今年这才，我估计哈，都不到100个，今年的，今年这几乎减产一半吧。你看这个大树都是正常往年这个树，我印象是最深的，它就是俺家山里的这些法源，这个树已经有20年了，这树属于是树王呗，这个树已经算是树王了，有20年了，这个树往年哈。就每年都能结400-500个桃，啊，就这个树每年都能结400-500个桃。可是你要这么看的话，可是减产不少哈。啊，减产老了，今年这是。它是跟气候有关还是怎么事？今年就是说开春时候天气不太正常，就是说正桃正开花时候下了一场霜冻。你家你这一共多少亩地？多少山？总共70亩。那你家这多少个品种桃子？要算起来能有，10多个品种吧，接近20样品种。这个桃子明天就可以摘了。啊，这个红了哈。嗯，这个你看，这不你看，小鱼哥，这不全翻沙了吗？哦，嗯，全是粉。这大桃一瞅就招人羡，不用说吃。对，这个桃看就过瘾，这桃子，你看个顶个这点。你看这个哈，就从这，就从这就开始了，就全是果，就是这都，这都地头栽当的，这都是。今年确实受不少影响啊，这属于桃园一趟心情舒畅，尤其是这大桃子特别鲜人，不用说吃，就看着就特别过瘾。这大桃子哈，特别哈汁儿多哈，啊，大家要一嘎一份着吃那种感觉哈，就特别好。尤其是你说在这个桃树底下这么钻着呢，头顶上全是桃，你知道，就像看那个《西游记》里那个王母娘娘蟠桃园，蟠桃园。大古树哈，一百二三十年这个，反正离现在还接着呢。
你说这要是弄个风景区就这种大树多有感觉哈。这俺们这沟里也不行啊。这一个树一个人抱都抱不过来。哎呦可就是。你说一个人抱都抱不过来。啊，真是分开啊，这要是一个大这个。它这下面这都弄老树了。对，它老树了。它这四个主主四个四个主干出来的。大古树。这是正儿八经古树。怎么样，特别美丽的一个边境小镇哈、啊、我感觉一次视频好像拍不够，以后有时间咱们陆续再来拍，天有点下雨了，今儿视频咱先拍到这儿，过两天就来吃桃子了。